今日由香港的姜九九师傅、徐田英师傅、美国夏威夷的赵雷师傅为大家分享四十二式太极拳的虚步压掌、独立托掌、马步球。虚步压掌这个动作，首先要坐后扣左脚，重心移去左腿，虚步压掌、独立托掌，脚尖下垂，四哨用力收紧小腹，背向后靠，虚灵顶劲。跟住落嚟马步靠啦，我哋先松左胯，落右脚，重心移去右脚。这个时间两个内侧用力，走下弧向前靠。